歡迎各位記者同市民出席今日嘅網絡安全舉辦嘅簡報會。咁警方就今日出嚟發表所審理嘅網上市民他人犯罪案件咧，作出新聞簡報。咁我哋今日嘅主講者咧係網絡安全及科技罪案調查行動組總督察戴志勳先生。咁我哋請阿常埋委員記者談少先。照如果影咗嘅話咧，咁我哋嘅發佈會正式開始，咁時間咧，我哋將交俾阿戴常。好，唔該。咁多位傳媒，大家好，我係網絡安全及科技罪案調查科科技罪案組戴志勳總督察。以下落嚟會同大家簡報一宗係關於煽惑他人犯暴動、縱火、公眾妨擾，有意圖導致身體受到嚴重傷害罪恨，同埋意圖使到他人受到損害、精神受創、魯傲，而煽惑他人使用毒藥、其他殘害性物品同埋有害物品嘅罪行嘅案件嘅一個判刑嘅。喺2019年年底，我哋警方發現喺呢個社交平台 Telegram 嘅頻道裡面，有人廣泛咁去散播一啲仇恨性同埋煽惑性嘅言論，去針對住政府，針對住我哋警方，對人員作出襲擊，對機構作出縱火，煽惑他人參與呢個暴動，同埋煽惑他人去阻礙呢個道路啊、鐵路等嘅行為。經過我哋網罪科深入調查之後，鎖定咗一名32歲、現年33歲嘅男子，佢係呢個頻道嘅管理員。呢個男子嘅煽惑嘅言論係吸引咗有超過20,000名嘅訂閱者嘅，而有部分人士喺閱讀過呢啲言論之後，會將款項存入去呢名管理員所提供嘅銀行户口，而呢名管理員喺呢啲煽動煽惑嘅言論裏面中就從中獲益。我哋警方喺2020年3月20日喺屯門區拘捕呢一名男子，以及凍結咗佢嘅個人銀行户口。呢名男子喺較早前，亦即係11月29日，喺區域法院係被裁定一項煽動他人參與呢個暴動罪，3項煽動他人煽惑他人犯縱火罪，3項煽惑他人犯公眾妨擾罪，1項煽惑他人有意圖而導致身體有嚴重造成嚴重傷害罪，以及另外1項意圖使他人受到損害、精神受創、腦澳。而煽惑他人使用毒物、殘害性物品同埋有害物品嘅罪行，罪名成立。案件今日喺12月6日喺區域法院呢度被判刑，被告被判監禁4年同埋10個月，法庭亦都頒令去沒收大約164萬嘅犯罪得益。法官形容案情嚴重，透過網上作出呢個煽動嘅行為，具有呢個廣泛性同埋影響性，吸引咗好多志同道合嘅人一齊去收看，就以好多名嘅人士去將款項係送去呢一個被告嘅銀行帳户，亦都可以證明呢一點。另外，3名控罪裏面係涉及到使用火嚟作出呢一個破壞。鑑於香港嘅地方係環境狹窄，用火作出破壞係一個非常危險嘅行為，後果係一發不可收拾嘅。而另外亦都就住案情嚴重，判刑係需要告呢個阻嚇性嘅判刑。我哋警方歡迎呢個法庭嘅裁決，亦都強調案中所干犯嘅罪行係嚴重嘅，相信呢個裁決係有呢個阻嚇性。我哋警方尊重市民表達意見嘅權利，但如果有人藉著呢一個互聯網世界去作出一啲違法嘅行為，
我哋警方一定会严正执法，去维持香港呢个公共安全同埋秩序嘅。另外，亦都想呢度提醒大家，根据呢个高等法院喺2019年同埋2020年所颁布嘅三个嘅临时禁制令，禁止系针对住呢个警务人员、特务警察同埋司法人员同埋其家属去作出一啲起底同埋缠绕嘅行为。同埋喺呢個互聯網嘅平台同埋媒介上面，促進、鼓勵、煽動使用或者威脅使用暴力。臨時禁制令依家仍然係生效，違反禁制令嘅人士有機會干犯藐視法庭罪，大家切勿以身試法。呢宗案件係第二宗針對住呢個社交平台媒體嘅管理人員所作出嘅起訴同埋定罪。再一次證明了這個互聯網世界並不是無法可依的。根據香港現時的法例，絕大部分針對著現實世界拿來防止罪行的法例亦都是適用於在互聯網世界上面。警方，我們是尊重市民的言論自由，但這些自由不是絕對的。法例賦予權利同時亦都隨之有相關的責任。我們警方一定會留意網上的行為，發現違法就會主動介入，果斷執法。我重申，我們警方是不會姑息任何犯法的行為，而我們也會竭盡所能將犯法之徒繩之於法。今天的簡報是這麼多。好，以下落嚟是發問環節，請發問的傳媒首先舉手和講出自己的單位。是喂喂喂，是商業電台，想問翻警方，今次其實有一個即係洗黑錢嘅罪咧，咁就喺法庭全檔獲控方同意去撤銷控罪，即係警方其實滿唔滿意呢個結果，即係未能夠成功令到被告入罪咁樣，會唔會考慮即係上訴或者有其他行動？成單案件我哋係已經係呈交咗去俾法庭啦，並且亦都係經過呢個法庭去做審理嘅，而相關嘅控罪亦都係喺個法庭度存檔。而我哋亦都法庭係根據呢個香港法例第221章《刑事罪行訴訟條例》第65C 条，係頒布咗呢個嘅沒收令，去沒收咗總值係大約係164萬嘅犯罪得益嘅。好，